包含此关。一行佛学词典搜寻，请输入要查询的词汇，包含此关键字的其余词汇。梵心永处那迦定，那迦定，佛学大词典，丁福宝。术语：身变龙而定止于深渊，曰那迦定。为保长寿，逢弥勒出世，以愿力而入于那迦定。符合的条目少于三则，自动进行全文检索，以为您找出更多资讯。佛光大词典，那迦，梵语 ng 之音译。一，意义龙，相，无罪，不来。称佛或阿罗汉为摩诃那迦，欲其有大利用。据《玄印音译卷二十三载，那迦有三意：一，龙；二，象；三，不来。孔雀经称佛为那迦，由佛不更来生死之故。《大智度论》卷三、大二五、八一中，摩诃言大，那名无，加名罪。阿罗汉诸烦恼断，以是故名大无罪。又佛之禅定，称为那迦定或那迦大定。据《舍论》卷十三、大二九、七二上，有余不说，诸佛世尊常在定故。心为是善，无无记心，故契经说：那迦行在定，那迦住在定，那迦坐在定，那迦卧在定。准此，那迦意味常在定之意。参阅《龙象》6392。二，即弥勒成道时之菩提树，又作龙华树、龙华菩提树。参阅《龙华树》6391。三，印度自古以来之种族，非雅利安人种，散住于现今东北印度阿萨密、阿森地方以及缅甸西北部等地，崇拜龙蛇。龙城梵 Angkor 之名，今仍存于各地。P 3025。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六波罗蜜，又作六度，为大乘菩萨道的核心实践法门。波罗蜜，据称波罗蜜多，意味到彼岸或度。此外，在语义上又有绝对的、完全的、完成的、诸义。修此六种法门，则可渡生死海，到达涅槃常乐的彼岸，故云六度。六度即经卷一大正三一 A 众又知之，为说菩萨六度无极难载高行，即得为佛。何谓为六？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曰忍辱，四曰精进，五曰禅定，六曰明度无极高行。六波罗蜜之说散见于诸经论之中，其中六度即经、六波罗蜜经等经全经皆在广演六度行，其他如大般若经卷五七九以下、大智度论卷十一以下，也都有详细铺述，是大乘佛教极其重要的法门。此六度之意义略如下述：一、布施波罗蜜 （dana paramita）， 又称檀那波罗蜜、陀那波罗蜜，或布施到彼岸，施波罗蜜，布施度无极。亦可意味绝对完全的布施，或布施的完成。
有财师、无畏师、法师三种。二、十戒波罗蜜 S 斜线 IOA Paramita， 又称施罗波罗蜜或戒波罗蜜，戒度无极，亦可意味绝对的、完全的十戒或十戒的完成，只持守律一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能对治恶业，令身心清净。三、忍辱波罗蜜 KSANTI Paramita， 又称忏提波罗蜜或安忍波罗蜜，忍辱度无极，亦可意味绝对的、完全的安忍或忍的完成，只修耐怨害忍、安受苦忍、地察法忍，能对治田秽，使心安住。四、精进波罗蜜六 Rama Paramita， 又称为逮波罗蜜或精进度无极，亦可意味绝对的、完全的精进或精进的完成，有身精进、心精进二种。前者止于身勤修善法、行道、礼诵、讲说、劝助、开化，或止勤修布施、持戒的善法；后者止于心勤行善道、心心相续，或止勤修忍辱、禅定、智慧。精进能对治懈怠、生长善法。五、禅定波罗蜜 （Pyana）Paramita， 又称禅那波罗蜜或净律波罗蜜，禅度无极，可意味绝对的、完全的禅定或禅定的完成，只修宪法乐住净律，引发神通净律，饶益有情净律，能对治乱意，摄持内意。六、智慧波罗蜜Prajnatilda A Paramita， 又称般若波罗蜜或明度无极，又可意味绝对的、完全的智慧或智慧的完成，为的世俗慧、原圣意慧、原有情慧，能对治愚痴了知诸法实相。大乘庄严经论卷七举前后上下粗细三由解六波罗蜜的次第，所谓前后，即由不顾资财故持戒，持戒以能起忍辱，忍辱以能起精进，精进以能起禅定，禅定以能解真法。所谓上下，下是施，上未戒，乃至下是定，上未至。所谓粗细，粗是施，细未戒，乃至粗是定，细未至。解深密经卷四也有历六波罗蜜的二由，其一为前三世饶益有情，即由不施故，摄受资具，饶益有情。由持戒故，不行损害逼迫恼乱，饶益有情。由忍辱故，能忍受他人所加的损害逼迫恼乱，饶益有情。其二为后三世对治诸烦恼，即由精进故，一切烦恼虽未掉伏，但能勇猛修诸善品，不为烦恼所轻动。由净律故，永伏烦恼；由般若故，永害随眠。此六波罗蜜为戒定慧三学所设。解深密经卷四载施戒忍三波罗蜜为增上戒学所设，禅波罗蜜为增上心学所设，般若波罗蜜为增上慧学所设，精进波罗蜜则为三学所设。菩萨的持经卷十一载进波罗蜜为增上戒学所设。解深密经卷四菩萨的持经卷一载施戒忍三波罗蜜通福德资粮，
般若波罗蜜通智慧资粮净，禅二波罗蜜通福智两资粮。优婆塞戒经卷二载师戒净三波罗蜜为福庄严忍禅，为三波罗蜜为智庄严。六波罗蜜虽是菩萨修行的方规，为大乘诸经论所广说，然于小乘说一切有不为说师戒净及般若四波罗蜜。大毗婆沙论卷一七八大正二七八九二离外国师说有六波罗蜜多，位于前四家忍净律。迦师尼罗国诸论师言后二波罗蜜多及前四所设，为忍设在戒中，净律设在般若戒，为闷时即明彼满故。复有别说六波罗蜜多位于前四家闻及忍。关于六波罗蜜较详细的内容及其意义，请参阅附录二文。附一太虚大师选集下菩萨学处讲要摘录。在瑜伽师的论中，论及观察菩萨种性时，即观察其人能否实践菩萨道，以断定其菩萨善根之有无。菩萨道即实践六度行事，如有类人生来富有悲心，经闻大乘佛法扩充之引发之以行六度，即成菩萨。亦有悲心薄弱，经闻大乘佛法学习菩萨道修六度行，亦成菩萨。更有类人悲心本无，经闻大乘佛法慕菩萨行愿，开始虽觉勉强，但久久亦能安其所行，也成菩萨。身有悲心者未上根，以素己习学，今更加功用行；悲心薄弱者未中根，以奋志坚毅，勤策自力以赴。无有悲心者未下根，以圣缘现前起惭愧心，强以成之，其为菩萨行则一。故宏愿如海，须有十行大山以填之，六度行山，填十愿海，佛果菩提方能圆满。否则愿变成虚，是假的菩萨，非真菩萨。菩萨之道是在实行六度。亦曰不施度不施是有多方面的。有高度的不施，如施头目脑髓生病的，曰内施；施田园家国财产的，曰外施；内外兼施的，曰一切施。更有说会舍生活资财不使人缺乏的，曰财施；以世间学问乐育人群，乃至以佛教善法化导大众的，曰法师。世上发生一种威胁人的生命或自由时，以种种方法使其消灭，保障一切领离部位的，曰无畏师。故布施方面极为广泛，且有常人能力所不及所不易行的。要在引发菩提心的菩萨实践行布施时，随己力能行到如何为如何，初贯须其心高远，磨练久久，自然极难成矣。古今来多少贤者舍身成人，立法保民，亦经由常识瞎练中得来，非一朝一夕所能治。故布施不是仅只拿点金钱救济人的叫布施。其原则，凡能牺牲自己利益人群的都是布施。二曰持戒度大乘菩萨戒，不专是消极的禁止行恶，而是积极的努力行善。故施罗的意义是含有止习恶法时行善法的。
举例如说三句境界约设律一戒，偏说禁制恶行，是言至消极方面的行为，约设善法戒，广说力修善行，是扩充积极方面的行为，约饶益有情戒，凡有利益人群无不心从，更展开从事实际的工作，非口惠而重在实践。总之，菩萨戒之原则在戒除恶行，保持善行，以一颗向上的精神力，使群众一趋进化，增长不退。其策立恶止善行的精神，可见之于三十七道品中四正情形。中略。三曰忍辱度菩萨修行，其余四弘誓愿之基点，故报定宗旨实行善事。但在这众生界中，尤其是像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的时期中，你要做一个善人，行一种善事，便有许多违逆的环境来阻碍来破坏，唯菩萨以尽其在我之精神，以忍辱心修忍辱行以复之。如菩萨于人中立志高洁时修净化人间的德行，照理应受人赞誉，但邪见之徒必立加歪曲事实，毁谤侮辱。正见菩萨碰到这种境缘时，悲悯其无知，以容忍态度出之，绝不与小事小行上计较，以牙还牙。真佛法中人，是以负担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之誓愿，不为容忍侮辱，且以德报怨，不舍离彼等而使受化。故忍辱绝非是悲切无力的含垢忍怨，而是以一种极大的力量来忍受一切。真能行忍，是出于智力的行为，大度的容忍，是根据原生性空的智力，等运同体的悲力。四曰精进度，精进向被人视为勤劳的意思。但勤劳不是美德，倘用之不当，是成绩恶的誓词。如勤劳专为自我打算，或甚至专务害人，则勤劳变成恶行。菩萨的勤劳是在一个精字，精即精纯无杂，轻之于举手投足之劳，重之于负担天下国家重任，不容许有各私心打算，都在精纯无杂中排除懒惰放逸的恶法，勤劳实践其五波罗蜜之行。故精进度统指于其他五度行门上的不休息的精神。倘于一度松懈，即是荒废了菩萨所应行之行。菩萨行之难行，能克服许多难关的，便是这个精进。没有这种精进精神的人，纵使一时发心修大乘行，稍遇逆境的打击便灰心下来。我们平常说一个人对于他的事业成功，是经过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精神的成果，这可宝贵的精神扩大开来，即精进度。五曰禅定度，禅是印度语禅那的简呼，意味静虑与三摩地的定意相通，故合称禅定，在佛学的术语上叫做梵华坚称。静定的功夫是健康精神的大补品。平常人精神不健全，处置事情容易颠倒，这是没有静定功夫之故。禅定的原意是在学习菩萨道的人，应须将自己散漫纷乱被环境所扰乱所摇动不能控制的心境，用禅定的方法使其专注一境，所谓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者即是。
故禅定用简明的语义来表现，曰：心一静性，至心一处，是将心力统一集中，不被私欲的劲风所动摇，久久纯熟，便能蒸发精神上一种前续的光明力量，好像烈火触物莫不焦烂，这便是最理智的智慧。故智慧是禅定的后果，有禅定功夫的人，他的注意力永远是保持集中的力量，随遇一境即凝集于一境而得解脱。如火之不动摇，永远能保持其焦悟的实力。世人对于禅定的误解，是枯其形灰其心如木石似的静雅，这只是禅定的消极制止散漫乱心的一面，不是禅定的全面。禅定的全面是于一切境界中保持其活力而能承办一切事业。故禅定绝不是仅指消极方面，且正是只能承办一切事业活力之渊源。中国禅宗指那止于消极方面的禅，是死水不藏龙，也正这个意思。佛是力扬那种凡心永处那家定的禅定，即是于定凡心待用，故禅定有半是禅。六曰智慧度浅言之，世间一切学问知识也是智慧。佛法中的智慧虽似觉说的过于高深，但是基于能明真理认识事实，则与世间学问知识是一样的。佛所说的智慧是指认识真理，且只能把握住这认识真理之中贯通万法，应用在万法上所施设的事业行为没有丝毫错谬的，曰智慧。发生智慧的方法是在求知闻法，闻而后能明辨慎思，思而后能笃行修持，通称为闻思修三会。此中思会即上两说过禅定智力的唯一功夫。故禅定不是求其我所思，是在智思契合于真理的境界。这在智慧方面曰根本智，到了笃行修持应物施设时曰差别智。根本智慧是认识众生与万法缘起性空的真理，换言之，即是明了宇宙万有普遍共同不变的原则的事实真相。后的智慧是从认识真理后发生的智慧，如于众生知其有种种根性、种种病根，应用如何的法药适合他们的素好，使其接受拔其病根，于宇宙人生事物界中的一切境缘现前，如何恰能给予适当的安排，于法法中都能发挥其差别的作用而不违反其共通的原理。故前者亦名如理智，而后者亦名如量智。菩萨修六度行，初则免求其气理之行，后则见达其无形不是乎真理之境。是乎真理之行，是谓智慧行。换言之，行菩萨之道在求真理，真理之能否现前，是在乎智慧是否获得。故六度的重心在于智慧，智慧之道即菩提道。度是度义，修六度行，便可度过凡夫生死的烦恼大海，到达真理圣人的彼岸。菩萨除根本戒外，以习行六度为渡海浮囊之大戒，否则即犯戒，如破浮囊永沈于凡夫生死海中。复二 TRV 二 T 者，郭中深意，中观哲学，第十章摘录。
六波罗蜜是中观所采行的修行法门。般若经系的经典花了极大的篇幅来阐述六波罗蜜的经义，特别是六波罗蜜中的般若波罗蜜，般若经誉之为精华中的精华，为诸佛之母。波罗蜜法门与旧有小乘佛教的修行法门有三个重大的不同点，以菩萨为理想，以代替旧有的阿罗汉，将旧有的戒定慧之学扩充增至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般若。波罗蜜法门更详细地分析我们心灵生活的层次为不同的 fullness， 而以佛的位最高。中观所采行的这种革命性的修行法门与旧有的理想、方法及结果均不相同，这是佛教修行法常所谓有的大结合。资分数如下：一、小乘佛教的最高理想是证的阿罗汉果 Arhat， 到了中观大乘则以菩萨代之。阿罗汉果是层次较低的理想，因为它完全是否定的、消极的，那是一种烦恼障之止息。KLES 斜线 ARNA NIVRA 的小乘行者眼中的涅槃可说几乎是一种疏离的空虚状态。菩萨则是在上求佛果，下化众生，以最究竟的完美佛果为目标，努力以赴，并以其不忍人之大悲心救济群迷，拔苦与乐。一切众生与佛陀本来是不异的，一切众生均具如来智慧德相，这是开始修行之前必须了解的。复次，阿罗汉自满于自己的解脱，他并不一定也不积极地去关心他人的福祉。阿罗汉的理想多少有自私自利的意味，他们甚至于强调三界如火宅，众生是冤家，生恐停留于世间太久对他们是一种障碍，所以最好是一刻不要停留，这是一种厌离的解脱观。菩萨则是尽一切之力以救济众生。菩萨虽然已有能力，已有资格证得涅槃，但他却愿意长久地为苦难的众生流血流汗，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不断烦恼，不修禅定，一种名包物语同其情感的利他主义。但这绝不是说菩萨如不能让所有的众生都解脱，他本身即无法得到解脱，因为这样落入循环论证 Vicious Circle， 菩萨如不先解脱他人，他自己即无法解脱，菩萨自己尚未解脱，他又如何能解脱他人？依彼者之见，菩萨的解脱本身即是圆满完整的，但是菩萨不因此而自矜自傲，志得意满，他没有忘记尚在烦恼圈里打转，沉沦生死轮回的众生，所以菩萨以大悲心，誓愿让众生都能提升到与他相同的水平上，这是菩萨大悲心的自由划线。如果不是此一非常宗教化的因素被介绍到佛教，则佛教仍然只是一个智行高洁的道德自然主义 moral naturalism。 菩萨能捐弃一切，毫不保留地奉献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生命，以利益他人。中略二，佛教修行法一直不离乎固有的三学戒定慧，
波罗蜜法门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取代了他的地位，而仅能说是一种修正、增论、扩充而成为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般若。佛教修行法门经过此一转变之后，很明显的特别注重于准备阶段的基础工程，如强调慈善布施、安忍和稳等等道德，永不退转的信心，以及念兹在兹、朝思细思、努力不懈的心理。但是般若经系的经典都共认般若是六度中的主导因素，扮演着指挥者的角色。在此以前的诸种修行法门，虽然也承认般若是诸法门中的最高者，但总认为菩萨的修行历程几乎都是以修定、修福功德为主。而在此处则高推般若，以之为菩萨心路历程的催生者，各种功德、福德以及修定的功夫无不必须回向于植物洞见。真实很明显的，佛教修行观的重点已从道德转而以行上学为主干。波罗蜜法门改变了佛教对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等修行的目的看法，它们不算是各自分离，而是有其连贯性、一致性、整体性，它们并不是漫无目的的盲修瞎练，亦不是因囿于传统或社会压力而修行。它们有一共同的目的，让人类能沐浴于最高智慧之中。烦恼心 Psychos 斜线 ACR 充满着执着、激情，他觉无法认识真理，不定心 ACR 无法感受到真理，因为他缺乏稳定性，注意力不够集中。除般若之外，其余诸波罗蜜无非是在净化无人的心灵，使之能接纳绝对之直观，而以般若波罗蜜来完成此一伟大的工程，使其余诸波罗蜜能成其为波罗蜜完美。任何人想要舍弃一切，连一点眷恋故自的意思都没有，那他即必须先从心里放下一切。当我们受到重大的伤害之后，除非我们已在心灵中确信于实在终得失无常，仇敌冤家了不可得，要不然必处心积虑的私有所以报复。如果无法体悟真理，则任何道德的实践都不能算是圆满的，所以才说般若为主导。心灵的文化就是自我的文化 self culture。菩萨的修行是一种内心自我的提升，并没有外在的压力来压迫菩萨。事实上，任何外在的权威在塑造一个人时，其影响力绝无法与菩萨法门相比拟。自我文化的要素即是在于我们自身升起一种变化，而不是在求取环境的改变。改变外在的世界以符合满足我们的欲望，那是世俗的方法。参考资料：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五、卷十，优婆塞戒经卷一、卷四、卷七，旧译华严经卷五，大法具陀罗尼经卷十，大智度论卷十一、卷十八，瑜伽师的论卷三十九、卷四十三，大乘庄严经论卷八，应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HK 1221年9月，山雄一哲、吴汝君译《空之哲学》，平川章著作集第六册。
全文检索完毕，亦可另行搜索于大藏经 CBETA:Google/一体字字典/台大狮子吼佛学专站/四库全书/国学大师/法古全集圣严法师广清老和尚网路专辑雪公全集李炳南老居士应顺全集http://buddhaspace.org/bip